乐大嘴巴。欢迎收看娱乐大嘴巴。最近呢，陈意涵就曝光了一组十八岁和卢靖的对比照，让网友惊呼呢，简直跟十八岁时候一模一样。其实呢，娱乐圈有不少明星也跟陈意涵一样，一直保持小鲜肉的状态。现在呢，就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像大家所说的吃了防腐剂一样呢。霍建华从小鲜肉变成了成熟男，不变的是帅气依旧的容颜。他这张脸呢，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，五官和皮肤丝毫看不出岁月的痕迹。据说呢，早年前的霍建华上镜完全不用化妆。不告诉你的话呢，你能看得出霍建华已经36岁了吗？还记得11年前彭于晏在《仙剑》中饰演的痴情忠厚的唐钰小宝吗？11年过去了，彭于晏呢依旧是小鲜肉一枚，身材倒是健硕不少哦。调皮可爱的表情，是不是完全看不出他已经34岁了呢？最近迷死万千少女的人气欧巴，30岁的宋仲基，因为韩剧《太阳的后裔》而成为新晋的国民老公。他是名副其实的冻龄美男，10年来容颜几乎没有变化。相信呢，他是长期保持运动，再加上注意日常保养，这就是宋仲基欧巴不老容颜的秘密喽。难以置信，林心如今年已经40岁了，但是她的样子呢，跟18年前的紫薇格格完全没差，依旧呢是少女感十足。到底呢是天生丽质，还是有什么神奇秘方呢？是你没看错，宋慧乔已经35岁了，但是呢，她依旧是保持着出道时的青春气息。如今的乔妹妹呢，素颜照皮肤状态依旧那么好，岁月根本没有在她脸上留下任何的痕迹，皮肤好到能发光了，又美又清纯，根本就是还是20岁的少女嘛。拥有靓丽外貌呢，是许多明星必备的条件，所以呢，这些明星除了天生丽质、底子好，他们保养方法呢也是超乎常人的。不过呢，也要记得世上没有丑女人，只有懒女人，所以呢，不用太担心自己的样貌平凡不如人了。